这可能是上一个星期啊，一位法师提出的问题，我很抱歉都忘了回答。说如来禅的修学次第，是祖师禅的修学次第。啊，怎么叫做如来禅的修学次第？啊，祖师禅的修学次第。这个如来禅的修学次第呢？那么现在是说大乘论，这就是如来禅的修学次第。但这个说大乘论呢，说大乘论啊，显扬圣教论，成为实论、欲切实的论，当然这都是属于唯识学派的。但是这里面说这个次第啊，是通于啊一切大乘佛法里边学禅的次第，是通于一切的，就是这个止观的这个观的毗婆舍挪啊，这个唯识是修这个唯识无异的，是寻识是如实智的观察，这是和其他的学派不一样。那你要修这个中观论或者是大智的论的，那就是观一切法自性空，无我无我说，这样修，这样修，他也是这样持的啊，知量位加行位，见道修道无小道，也是这样子，这是无差别的。祖师禅那些要持的这句话呢，当然在祖师禅里面也有说这个啊，什么破初观，什么破老观的哈。还有是什么观破善观哈，我认为呀，不需要说这些话，你说这个话还需要加以解释啊？什么叫做初观？什么叫做重观啊？什么叫做老观？还需要加以解释。有的时候那个祖师解释还是不明白。其实我看他本身也是不明白，要我看，但是我说这话对他是不恭敬。佛家里面佛已经说了哈，说这个知量位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哈，是究竟道无小道，是很清清楚楚的，我们就这样学习不是很好吗？另外还要建立什么呢？不需要嘛，你建立了以后还没有佛说的详细，所以等于是白说了。这是一个，所以祖师禅有什么次第？不需要，不需要这句话。这个祖师禅这句话呢，就是这个龟山禅师的弟子杨山禅师，他说的。他说他对他一个同学说的这个话，说那个话呢，也就是意思的方便而已，并不是就是真实可以遵循的。其实呢是不应该说那种话，当然这我好像对于我们中国的禅宗有点意见，我承认我是有点意见，因为你佛说的很明白呀，我们要是根据大智的论般若经哈，或者欲切实的论说的奢摩陀，我认为大如果我们中国佛教要是能这样子用功啊，很多人都可以得圣道。很多人都会得圣道，佛法也不容易那么衰，不容易会衰到现在这个程度的，不容易衰的。你把这些法门都丢在藏经楼那里去生虫子，自己去说这个说那个，结果佛法就是衰的。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祖师禅什么次第，不必去说他次第了。还就是如来禅的次第，就是这样好了。这上面我华严经述超提到，八地以上为念不退转，言不退者呢，是不复退入无声音故。那么就是以前叫无声音，就是七地以前叫无声音，八地是念不退呢，就不退入七地以前的无声音，就是这样意思。因为这个
六地以前，由初地到六地，他的内心的世界，有的时候是无相，有的时候还是有相，不纯是无相。这个我上一次讲过这个相哈，这个相这个地方啊，我们还容易疏忽。什么叫是有相，什么叫是无相，我那天讲过哈，现在要说就是重复了，就是恶相法相，就是恶执之相法执之相。这些相都是凡夫境界啊，都是一种烦恼无明的境界。无明境界登地以后呢，他入了圣位，入了圣位，但是他不能够纯是无相的境界，这个道理还不够，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心呢还有相，就是还有这些细论，所以初果二果也还有烦恼，有欲界的烦恼，三果圣人也是有烦恼，到四果圣人呢，在阿罗汉小乘佛法来说他所住一半哈，但是大乘佛法来说他还是不清净。所以到六地的时候啊，是虽然是无相观很多了啊，但是有的时候还有有相的见长。到了第七地是纯无相观，但是还有个功用。到了第七地是纯无相观呢，那就可以说把这个有相这个烦恼通通都扶住了，有的断出去，有的还没断也扶住了，不动了。到八不动地，这是更进一步，是无功用的境界，所以他得到的这个无生法印呢，这是随因立名字，也有说到八不动地才得无生法印。不过华严中啊，这个清凉国师啊，他说呢是言不退者是不复退入无生因故。我是记不住啊，我看过这个书抄，那么那个时候是寂灭因，寂灭因的境界不退入到无生因。其实呢就是那样哈，无功用的无相观不退入到有功用的无相观，就是这样意思，叫不退。请问菩萨啊，不受定力局限而能自在受生，是因为定力缘故。不全是定，而是在慈悲心，大慈悲心，是大慈悲心的里面有般若的智慧，他才不受定的局限，是这么意思。他常常的得了定以后啊，初成就定的时候啊，定还不是那样自在，你要常常的训练，常常的入定出定，入定入住出，入定住于在定里面，除定常常这样训练的，熟了他就自在，随时可以入定，随时可以除定。那么就是没有定的局限。有的人呢入定难，除定容易；有的人呢入定容易，除定难，这都是不自在。那么呢，这是你要熟了的时候就没这个问题。现在这个菩萨啊，他能自在的受生啊，这是大悲心的关系。他不受定的局限，他可以从舍界天上来到欲界来。本来在业力上看呢，你在人间得到舍界定，你人间的寿命死了，随这个定的业力就你就升到舍界天去了。现在啊，从舍界天回到欲界来啊，这不是定的，定是不能叫你退下来的，不可以回到欲界来的，除非定没有了才可以。现在这个菩萨还是有定，但是他能回到欲界来，回到欲界来这是大悲心的关系，是大悲心哈。啊，或是因为慧的缘故也可以说哈，或是因为与地地中啊断生闻所谓能断的不染无明的缘故。也是可以这么说，但主要是大悲心，大悲心的缘故。请问几地的菩萨便已具有自在受生的能力？这个圆满的说应该是第八地比较好，
第八地啊。要是这个其他的菩萨呢，你像这个初地、二地到第三发光地，他居住不退转的这个禅定的。这样说呢，初地、二地还没居住。初地、二地如果他没能成就四净律，他还不能升到色界天去的呀，那还是不能的。他只有在阴天里面呢来去，还不能从欲界色界来去的，还是不能。这可能应该是要第三地开始，应该由第三地不是开始的。要升闻圣者出国乃至四国回小向大，是否即能自在受生啊？出国圣者二国圣还不能，还是不能的，因为出国二国还没得到四禅，他还没能得到四禅呢。一定要是得到四禅以后，就是到三国以上，要是回小向大就是菩萨了，那就不是声闻学者了，那就按大乘来说了，应该第三地以上才能有自在受生的作用。具足四力的菩萨是否也就是具有坚固心、清净心、增上力、清净增上力、坚固心、增进，进入初二圣阶的圣解行力的菩萨是的，但是圣解行力的菩萨了，就是开始计算结束了，就是初二圣阶就开始了，清净增上力、坚固心增进，还都不是容易哈。这个清净啊，我感觉到很多人是具足了。很多人具足这个清净力，比如说出家的人，你有这么好的条件，也不是说在社会上不能生活，也不是的呀。你能够来到能出家，你就是有具，也就是有善根。世间的尘劳留不住你，你能够有这个清净力，就能放下，可以来到。寺院里面修行，这清净力我认为是具足了，啊，就是清净增上力，增上力呀，不容易，有的具足，有的不具足，坚固心生进呢，也不容易，这个增上力要有善知识哈，坚固有恶知识来破坏你。你能受得了吧？这也是不容易，也不容易哈。精进呢也不容易。这后边三个是难一点。第一个是多数都具足了，多数具足。第四，假自性假力寻思即差别假力啊寻思，以可为名与意所摄。四力，名也有自性差别，意。也有自性差别，再直接观察名义即可，何故别立自性差别？二种寻思是否有广观一些法空的意思？是有广观一些法空的意思，但是这个自性差别就是名的自性差别，义的自性差别。这个名的自性差别和意的自性差别还分不开的，还是分不开的。所以每一法里面都有意自性差别，都有名自性差别。那个自性，我上一次我解释过哈，应该是一个总的意思，总相。差别假立就是别相。这个意有总相，有别相。那么同时也就是名的总相，名的别相，因为义一定有名的，有能权的名，有所权的义的，那么每一法都是这样子。比如说淫，这就是个名，这就是个种啊，是也是个老人啊，是个小孩，是个黄种人，是个白种人，他是个凡夫，他是个圣人，就有很多差别。
这个里面有很多义，也有种，也有别，所以这个名和义也是分不开，自性与差别也是分不开，但是还是有点不同。所以是有这样的分别啊，去观察一切法是意义不可得，为思无益，意义不可得。先观察所缘的意义不可得，南位顶位都是观察这个意义不可得啊，也就是名义自性差别不可得。要用这么长的时间呢观察这个意义不可得，等到如是智到了隐位的时候呢，啊，下隐就是决定了啊，意义是不可得的。等到这个能缘的心智不可得，就容易了，容易观察。那么能观的不可得，所观的不可得，不可得也不可得，就得无生法印了。嗯，请问院长一下啊，我们这组在讨论那个供不供学术书圣那个地方，提到那个遮罪、禁罪和遮罪哈、啊。那这个即使是学术有声闻犯、菩萨不犯，有菩萨犯、声闻不犯。那这个学术是特别指遮罪的话，是不是就因为菩萨戒呢声闻不学，那这样子来讲的话，这个遮罪呢是不是指律仪戒里头佛制定的这个遮罪，本来应该是声闻称也要守，菩萨称呢也要守，那现在呢就是说菩萨在这个地方他要学的就是学说这个遮罪什么情况下呢做了是犯，什么时候呢做了不犯，什么时候呢不做是犯，什么时候不做也犯，这个就是他要学的。是的，要学才知道。这菩萨戒啊和比丘戒和比丘尼戒有共的有不共的，这要知道。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环念门、清净门和那个环念门啊，消缘起，流转门、流转门、环念门。那环念门呢，平常都是讲说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或者是说一直下去的话就是生灭则老死灭。我查了一下那个词典啊，也就是这样子查，也就这么说。可是好像以前有印象说是老死灭则生灭，就这样反过来，生灭的老死灭，可是不能讲说老死灭则生灭，这样的回事不行。不不是说生灭的老死灭，有灭的生灭，取灭的有灭，爱灭的取灭，受灭的爱灭，这是这么说，一个一个向上上。那不能讲说无老死则无生，无生则无有。当然你要说没有老死也一定是没有生，不然的话有老死也就表示有生。但是按法的次第说，应该先有生而后有老死，所以要无老死也应该是无生。那么呢，这是从根本上说，要说有生而还没老也可以，没有老死还是有生也可以这么说。这是那样哈，这个静坐的时候，当然您坐哈，你修这个维持无意，我因为很妙，修维持意维持无意有个好处呢，就和日常生活能配合上。因为日常生活就是我们这个识，一个能缘律的分别心，一个所缘律的境界，我们日常生活就是这么一个境，一个心一个境。遇见一切境界的时候，我们平常的习惯是于非意中起意颠倒，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凡夫就是这样。现在这个佛说这个法门呢，叫我们调过来，于非意中不要起意颠倒，
我们所有一切的与我们的心接触的境界都是影，都是影啊，像一指为缘，还见本质这样子。离开了这个指，另外没有一个影的，没有啊。离开了我的分别心，没有这件事，与我们日常生活呀很能配合上，使令我们没有烦恼。我们平常的习惯的不是那件事是真实的，我心里分别不分别没有关系，总是有那件事，那人来骂我，是他是真骂我了。但是现在调过来，我心里不分别没有这件事。但是你就是不要用这个甚深的为实无意来讲啊，从日常生活的经验上，这句话也能成立的。所以那人来骂我，你心就不分别也没事，你心里也一定没有烦恼，一定的嘛。你分别就有烦恼，因为本内心里面有烦恼种子，所以外面有水源的刺激，有着不如理作意的帮助，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就来了。现在有为实无意的增上缘，这个如理作意的增上缘的那个意思没有的，那么你这样正意念的时候，这个贪嗔痴它不动。要是你欢喜修这个缘起观啊，流转门、环灭门也非常的好，我感觉到也非常妙。比如说这样的哈，就是后边这个生灭在老死灭，就这个观就是很不可思议，就不可思议。比如说这老虎来了。然后就是生灭在老死灭，如果根本没有生的时候，这个老虎是没有的，犹如虚空啊，不是这样是吗？你想一想，这个生啊，就是这个十缘冥舍，那个十缘冥舍行缘思呢，就叫做生啊，根本没有这个颠倒妄想啊，这个有取实去投胎的时候啊，去结成相续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件事嘛。你心呢与这个毕竟空相应了，一下子就与毕竟空相应了，自己也不如是，自己也是生灭在老死灭，有灭在生灭，自己也是这样的啊，爱取灭在有灭啊，啊，除灭在受灭，受灭在爱取灭，爱取灭在有灭。你这么一观察啊，你的心就能容易误入到第一地那里去，心就能容易离一切相了，心能离一切相啊。这个怎么样离一切相，就从这里观，慢慢你心就离一切相了，你就能够不住舍生心，不住生相位，除法生心啊，就是无住生心了。它是连这都是相通着的呀，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了，就是这么回事，行吗？当然，这个修缘起观，所以和修这个性空观都是一回事，都可以连起来。你愿意修那个性空观也很好，要抓得住，就是要时时把这个观要抓住，就是有烦恼来的时候，你这个观能现前。烦恼来的时候观不现前，这不行啊！你削了很多的权，土匪来的时候不能用，你看白削了。常常这样子修观呢、啊、能调伏自己的烦恼，虽然没得无生法忍呢，但是烦恼被摇动了，调伏了，你就容易有正念。烦恼被这个止观的力量的呀损害呀，烦恼轻微了，你容易有正念。容易有正念的时候，临命终是心不颠倒，心不颠倒，你愿意说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来就把你接到极乐世界去了，不是很好吗？我天天念佛，或这个念佛啊，我这时候也念佛，那时候念，说是嘴是那么说，也可能是念佛。我驾车时候也念佛，我吃饭时候也念佛，也可能是念佛，但是啊。你的烦恼没有受到影响，
你有可能还是颠倒的呀，还颠倒，也可能不颠倒，这就是不决定。要是你用直观的力量啊，把这个烦恼的种子啊，给他几刀，伤害他了，他的力量了啊，烦恼的力量就削掉了啊，心就不容易颠倒。这生存的时候心不容易颠倒，你自己能够看出来呀、啊，自己就知道自己颠倒不颠倒，不要说临命中的时候，就是现在平常的时候，谁赞叹你一句，你心里面立刻知道为时无益，你的正念提起来，你就是不颠倒。有个人赞叹你的时候，你就忘了为时无益了，就自命颠倒。不要说谁骂你一句，都是道理是一样的，都是颠倒啊。爱也是颠倒啊，嗔怒也是颠倒啊，贪嗔痴都是颠倒啊。你不要说临命终的时候颠倒不颠倒，你现在常常训练自己不颠倒，临命终的时候也不颠倒。所以我的意思是，也有一点念佛的功课，你不要忘了念佛。那么你临命终的时候也不颠倒，你自己会知道的呀。你常常用功啊，佛菩萨会帮助你的。你就只能预知时至啊，就是说那么你自己再努力一点，正念现前，不就往生了阿弥陀佛国了吗？还想再请问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说，还是明白地的问题，就是你刚才人家在讲这句话，那么我内心里头对这句话的认识啊，是明还是地？也有名也有义。如果说是那句话是义的话，那我内心对这句话的认识应该就是明。它是分不开的，明和义分不开，因为你心要一动啊，它一定是有明和义的。那也就是说，在不为客这件事情上哈，也就是说明跟义这两件事情事实上是同一件事情，主要的就是在我内心里头的这个。是的，明是互为客，对。所以我虽然是分出来名义自性差别呀、啊，就使令我们反倒糊涂了。什么叫名义自性差别呢？你先不，如果你愿意这样学习，先不要管他那些事情，就用自己日常生活的事实观察他是为时无益。你先这样观察，也是可以一样的。这其实这就是名义自性差别，不过你不用这个名字也可以，不需要用这个名义自性差别也可以，就观察一件事，好，这是我心现的影像，离开了我的心，它是没有自己的体性的，它是毕竟空的，是没有的。我要知道就是我的颠倒了，好，于非义中其义颠倒，你把这句话记住它，好，这叫做颠倒。所以我们初开始的时候也要知道啊，知道这个意是没有的，这样知道，就先这样观察，这样观察，慢慢的这烦恼就会轻，烦恼会轻微，这个正念呢就容易现前。你再去读一读《舍大乘论》，其实常常要读，我们要欢喜这个法门的时候，你天天读这个《舍大乘论》，天天读。这个所知义这章啊，你也可以读，不读也可以。这个所知相这章要读，入所知相这一章要读，天天要读。天天读啊，你对这个法门就熟悉。那个断除五过失，那上面有个妄圣言的过失。妄圣言，圣言的话你忘了。现在这说就是舍大乘的这个法门，这是圣言。你不要忘，不要忘什么呢？就是自己常要读，常要读这段文，你要背下来，这个最好了。就是这样子。